我是上海江小白，40岁，医生。我首先关注了红哥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点赞评论，这样红哥就注意到了我。你说红哥怎么不加你，不理你？估计是他不了解你。现在鱼龙混杂太多了。我然后就加他 QQ， 给他在线发了我的护照和手持身份证照片，还有一个说明自己经济状况的简历。他很快就回复了我，然后我们视频聊天一下，很快就通过了他的审查。感觉找红哥相亲就像申请美国签证一样，要有方法。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我给他打了20000定金，把所有钱换成了美金，就如约前往越南胡志明市。我把钱分开放在肩包、行李箱和腰包里。登机过关安检很顺利，没遇到任何问题。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欢迎今天的乘坐三号码。em chẳng xấu hổ đâu mà em rất tự hào. Chân nhân thông minh mà, chân nhân đáng yêu mà. Bao nhiêu người cao cao cũng chào em. Nữ sĩ chẳng nói, em rất mong nơi. Nơi vực to vực lớn với thân anh.到了胡志明，他接了我，就先把所有费用交给了他，也不需要担心，然后才开始相亲。我听说有个江苏单身汉，是红哥老铁，跟红哥联系很久了，红哥对他也不错，给了他很多优惠，但是他耍滑头，既不给红哥打定金，也没换美金，自作聪明跑到胡志明要求红哥接待，红哥要他回去履行所有手续后再说。于是他待了5天就悻悻而回，这就是没有方法。就是这是做什么的？还有男的，哎，男的。
站起来。今天在看那个就是那种啊，他视频上面看的那个，视频的给你看了没有？他视频比较那个嘛。那叫他爷红爷噻，爷他老爷爷，他老爷爷。这个已经结婚了啊。嗯。他是比他比我也不是男。我很大。那女孩子比你小七岁呢。真的啊？他老公是。我认识他也很多年，认识他也很多年。本来我跟他认识，我想给他介绍给我一个朋友了，我那个朋友又没看到他，我那个朋友的。你自己？没有，他跟我相，他喜欢那种个子高，1.8米的。然后我朋友呢，差不多1.75米，他我朋友是那个县政府里面一个干部嘛。然后我朋友们说他工作不太好，就是百货公司里卖服装的嘛。第一次相亲时，我的审美观跟大众的可能有所不同。红哥给我介绍了靠谱的红衣美女，样子也不错，说她靠谱能过日子，但是皮肤比较黑，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就 pass 掉了。另一个胖了不考虑，红哥也同意第二天找更白的女孩给我看。越南女孩肤色普遍不白是事实，红哥说他们每天接受太阳照射，想不黑都难，所以越南女孩每天骑摩托外出都要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来防晒。
现在你先别关心这些，你要先跟他们聊天谈话啊，说话呀，问询情况。稍微要白，但是真的白。要白皙的话，就是这个是最白的。刚吃的你妈这里要多吃一点，然后转这也是小纹身表情的，有时候你的注意力的太过于集中在这上面。这不是我们亲身认识。你要问询的情况啊，掌握他的思想啊，是吧？你呢就太注重一些这些，这些东西了。
那什么娶了又要生孩子，那怎么打工呢？是吧？结了婚以后又要生孩子，又要照顾家庭。你不能说我刚才昨天跟你说了都很多遍了，你总拿一个 一个固定的人来套，要找一样的模式，你就双胞胎都没有一样的，是吧？你知道吧？ Okay, 这么美女，顶级美女了，你别搞错啊！你是找老婆还是找什么？你也说要皮肤白，这个皮肤已经是最白的了。你说他要是到了中国的话呢，生活要比较长的时间，不能总是选择一会儿要回国，一会儿要回国。俺们的三亚的龙山红沙，这老爷外公的。你说他喜欢南方家庭是什么样的条件的？你说你是一个人回还是要跟老公一起回？你问他。第二天去比较远一个地方，见了两个比较白的，模样也漂亮，但是我注意到最美的那个有两个纹身就不想要了，另一个没看上。红哥然后带我驱车200多公里去胡志明寺看一对姐妹花，到那里时已经晚上10点了。在深夜里买醉，这种感觉谁能够体会？爱在崩溃的边缘，正在慢慢枯萎，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你有没有1.6米了？突然之间恨透这个世界，现实的你带走我的一切，曾经完美的爱恋此刻早已残缺，我的心就这样被你撕裂。你跟他说话，跟他主动问话。啊，我没有了哈。
一下皮肤白。嗯，这个呢？皮肤白。皮肤白，它一个度。现在多少岁？现在18。对，这都是白。嗯。那你，那你年纪就是小一些。看哪个毛病吧。姊妹的，她是妹妹，她姐姐是吧？嗯，两姊妹的供你选择呢。你这样那个好尴尬，好尴尬。皇帝选妃啊，你是。享受了皇帝的待遇，两姊妹给你选选其一，但你不争气啊，你要争气啊。好，你妈是哪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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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是哪个？你说喜不喜喜不喜欢他的样子？你没有问他。你看最后的一个瓜就给你摘了，摘了他愿意跟你，你说阿弥陀佛回去烧高香，是吧？你站的美女绝色美女了，这我不是跟你吹牛逼啊，不是因为你这么好，我不会这么辛苦的找到这个绝色美女给你看。像我嘞，我喜欢的姐姐。是她的像我温州的一个学生。长相我喜欢姐姐。我说五官的话，我喜欢姐姐。如果你跟他直接大声说过，他不会听。你不要冲动去说这样说的，很肉麻了。你说我要紧，他不会听。那是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很难回答。要皮肤白你就选他，他的皮肤就没有他那么白，他是稍微暗一点。但是呢，他成熟一点。他的样子呢，就像你们温州那边、江浙那边的样子。这边这个是呢，靓女型的呢，你能不能稳得住他？这年龄呢稍微小一点，你找他的就要有耐心，足够耐心。要等00年嘛，到明年就是00年，那是01年，对，实在就是一年多。那般明年这不几个月就00年了呀？是，一年不到呀。一年多一点。一年不到。2001年的。那别的，去找的视频，那视频人他不合适的。那你们那个不是有个？这里有两个合适的绝色美女，你能够找到她呢，你就是成功冒青烟了，知道不？你喜欢哪一个？对，我们曲折跑这么远来，就是为了会这两个美女。这两个美女对你的还觉得有这样那样的说法的话，她这个不比那个19的好，她这个不比19的好。我也没啥不好，我觉得那个19的，我感觉好像19的有没有那个？19就是今天你看到那个。你见了19的，你后悔，这个比19的要好，这两个。19那个皮肤不白。他皮肤他不会比他白。那你问问这个老师看。你现在是不是？你现在有这个人在这里，你还有？我觉得这两姊妹她选一个就 OK， 我感觉。你还觉得不 OK？ 你能够找到她的话，你真的就是肿红冒青烟了。你退后一点，让她再来。拿下来，好，再来。很好。对，这比那个妹妹高一点。
但是呢，他两个人已经身高一样了。姐姐好看的。对，姐姐是合适的，他是心里是喜欢姐姐。妹妹呢，她就怕性格说什么。她性格不太那么好。这个不买，这个来，不买。你像这个姐姐是很能过日子的，知道吧？我买。或者你是说皮肤啊？皮肤她妹妹是白一点，白一度。这个姐姐的皮肤呢，也可以在越南这里面，她就算白的了。你江浙人也值那么白，我告诉你了，你真的你。我在这边待过，待过。你江浙人还没有这个女孩漂亮。有点高，平了没得姐。哎，你忘了，你才。这么好的女孩呢，她又坐上万丈的山高，她又看到是不还有更好的，还有没有比她更漂亮的？还有那些，她在家里面那些照片，能不能像那些照片的，要超过那个照片的？一看姐姐是能过日子的。你说的骨感啊，她姐姐就不是骨感，姐姐皮肤也够亮啊。在越南人里面，她的皮肤算是比较白的了。我估计和她妈也是皮肤一样。你说她在医院里面，医生，还有两，对，有两栋房，对，还有一部汽车。哎呀，把过年好吗？好啊，姐。没有几个，奶奶都管不着我，姐姐和你。姐姐您那个姐姐这么小孩不跟她差不多。姐姐和你而已。已经出嫁了，已经出嫁了。刚你来就我就来了。这两朵金花的话，你随便你选一个。你要是说，你能够找到他们结婚，你是祖上冒青烟了。你别还在你那手机里面翻，还有没有美女照片，还有哪个能够超过他？不是我昨天晚上见。还是想昨天晚上，有哪个还有比他更好？还在说昨天晚上哪个会，你就算你有的做更好，你看了以后你还会反悔，还会回来说，哎，这个最好，知道吧？你听我的不会错，你说我要找到这个，我给你介绍，比如说这个大的，你跟他结婚，你说不幸福，那我把头都砍了。而且主要是他能够过日子啊，晓得吧？这一看看得出来，靠不靠谱是吧？那个妹妹年纪也小一点。你假如说找他的话，还有一个小公主脾气，半年的估计你可能是你受不了，而且呢，你个时间磨一年多你受不了，这个呢已经够年龄的，他是不是能过日子？有没有跟金店里先找弄啥？这种类型差不多，然后就是说稍微皮肤丰满白一点，丰满一点的没有了。跟哪个？就是跟金店里见到的那种长相差不多那种。今天那个不是，我不是说一定要找那个人，你糊涂啊！问题是你喜欢的人他不喜欢你啊，他没有要外加的意思，你哭也哭不来，你总是这里有的人你不喜欢，你看着别人总是别的人就漂亮，他比那两个人比不上，这今天那个人比得上他吗？你说对啊。那我现在我有照片，心上的人你不负杯中的酒，人这一生啊，就一对对坎坷，不做寂寞的奴隶，你不做孤独的鬼，就把这首歌送给迷茫的你，屋外沧桑，屋内过往，告别昨夜的愁。一样风飞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痕愈，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示，悠悠戚戚春华
不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至痴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那一天相见。就把这首歌送给心爱的人，我的爱情一揉就随你点到为止。就把这首歌送给心爱的人，不知所措才是人生，我学会了帮你那个一起啊。那你不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检查呢？没那个条件呢。你怎么没那个条件呢？你又不是住得很偏的地方，妹妹。回到旅馆已经是凌晨三点。第二天红哥有点犯病了，太劳累了。还好两姐妹确实漂亮，姐姐21，样子很靠谱，是过日子的样子。肤色稍暗一点，红哥说在越南算白了。妹妹18，很清爽，皮肤也很白，跟中国人一样。两姐妹都高，红哥说两姐妹都是相亲里最漂亮的了，要是别的单身汉抢都抢不赢。但是我却并不热心，不是我心目中的美女类型。这次雨夜长途分析就又失败了，红哥样子很沮丧。这个人呢，一会说来，一会说不来。那他不来，我们去找他呀。这个样子呢也不是好看，你但是你呢？你说你又喜欢？对呀、啊，我喜欢我不是那你说实话，你说实话，胸呢也不是说很大啊，那人家好像，但是应该不会，应该比昨天两姐妹小。那我只说啊，我觉得就是说也不算小，不会比昨天那两个小，不会比昨天那两个小姐妹小。长得呢也不是太漂亮，但是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啊。当然跟你们越南的有些学妹小姐什么可能是要差一点。靠谱的人在那里呢，你说你不是你喜欢的类型。那不是就是那个呀，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呀，那个不是那个皮肤不白那个呀。第一天那个穿红衣服那个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两个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这个是你喜欢的类型。对啊。我看看什么样子，把那个图片我看一下。不染发了，我是喜欢这种，这种是你的类型。他第一他忽悠我们，昨天我们为什么跑那里去？啊，甚至我们还想去他那个地方，啊，但是后来中途打电话，他不要我们来了。啊，这样子啊。后来我们到了胡志明以后，后来又才改道，你懂吗？才改到平阳，本来说奔他家里去的。嗯。他中途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又不要来了。他说他又到别人去玩，别的地方去玩去了。所以这个女的她不靠谱的很。但是你呢？你也很痴迷这种人。那我的。也不要一下子就把那个演，就是不是我们。
我们见了面了解之后再说，是不是？你喜欢我还是会说让你去看一下嘛？但是他忽悠我们了，你知道不？他今天说他要来，结果他也说不能来了。他忽悠我们两次了，你知道吧？你看我们昨天去跑那么远，跑到火车站去，结果中途告诉我们说他出去外面玩去了，这就忽悠我们一次了。今天他说他要来，结果下午你看我们大家都实实在在等，师婆娘等，爷老公在这等，结果突然告诉我们又不来了，就忽悠我们两次了。现在第三次说我们可以去，去了以后啊，大家会不会有在意别的事情？那么从这两件事情，我对他我都把他看白了。喜欢这样子的。他痴迷这一种，但是你，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卖金戒里卖戒指不跟涨。哦，这就是你喜欢的类型，是不是？是的。啊，对他的那种方式，别人呢都不要，所以个人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都喜欢这个。对啊，跟你以前网站上的那个女的有点像啊。对，点一下，点亮。他对这种都很痴迷。那我们现在就想办法让他回来。这是最重要的、啊、对呀、啊、他没空我们就去找他。对，一定就是要这个人了、照到一张很耀眼的图片呢，把我们这个医生呢迷得浑身会颠倒了，要非要他不可。我两个女人都还人都还不错，不过不是我喜欢类型，就是长相好像还是少点感觉啊，皮肤嘛好像也不算白吧。他认可你了，照片刚发给他看嘛。嗯，他也要跟你。对，他也愿意跟你来。啊，那你们两个鬼使神差的，那是有缘分。啊，你反正你喜欢，我尽量满足你啊。不是我喜欢那种类型的，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一定要他，我说。嗯、啊，我是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那你现在你又说拐话了？那我你要他，你直接坚定点。别到了你，到时候你又后悔了，你这样那样啰啰嗦嗦。算了，你真的就你已经跟我摊上实话，我也相信你。你是不是到了以后你又这样那样啰嗦的话？哎，我行了呀，你这种为人我就害怕你了。你现在你就啰嗦了，你要表示你的坚决，表示你的诚心。你表示你的坚决，表示你的诚心，你就说我要去。对，这个我一定要了。我去啊。是吧？你现在你把后话就留在这里了。我喜欢的现在不能确定啊，我是你自己要去的。我没说确定。我他妈到时候又被你吓套了，你妈的！你不害我了，是不是？不害你，不害你。你不是说我条件不算好？你说喜欢的类型，我们尽量满足你。好，你就不能再反悔的，你再稀里糊涂瞎搞。我知道，你反正我退衣服啊，换一条新的。我是支持你，满足你，但是呢，你到了这里，你不要三心二意。到这里我肯定听你的呀。把人家要显示你的诚心，把人给他接回来，哇，好，你别到那个再又三心二意，说这样那样，然后我就会踢你屁股的。不要打我屁股，打我头。哎，我就打你屁股的，你这样子，你既然是喜欢的类型，那你平时得不得要找到手。他刚才看了你举着他的照片的那个视频照片，他很高兴，他说他也愿意跟你了，但是为了表示诚意。你要去把它接过来，要么空口无凭了，是不是？我说大概多少公里啊？200公里差不多啊。300公里。300公里，而且这里路况也这么不好的，要开又是要来去的话，也差不多要大半天了。对，那就这样确定啊。那你有那个偏好，没办法，我们要满足你。那我给你介绍的人靠谱的人，你生死不要，没办法。那我不能强绑着你，是不是？我坐月了，只能。我跟虎哥说，那现在你就跟他说去租车，租车我们现在就去。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的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
压低一点。别管我大光的。这差不多相当于求婚了。别跟你说，他看到很多美女都喜欢，都喜欢他。他看到很多美女都不喜欢，就喜欢他，是吧？真懂你这个。是不是？喜欢，喜欢男发，不喜欢女发。喜不喜欢？问他喜不喜欢。啊，好美啊！我是喜欢的。他从心底上他已经接受你了，那你一直死死地抓住他，他接受了你，你也接受了他，对不对？那你就不能松手，是吧？在表达你的热情，是不是？就是参加搞的九三，那就是二十几岁，二十二岁，九四，25岁，对，25岁。身份证一张，我身份证上还有信用卡都用它看过。没有啊，反正。要看身份证。我身份证让他看过了。好好。你要让他看一下，他让他看一下，不要紧的。给他看一下身份证。这个我的。你要跟他说，他选他做老公了的话，那他要赶快办护照要去中国了，因为他的时间比较短。说，护照还没有是吧？办证，办海照，那部队在，在部队的，等等，也就是在农村。我们的国内护照办下来差不多这个一两个月，那国内护照办下来差不多一两个月。你跟他说我们单位的单位有，就是上面有空子，一年只能。他这次总共只等两个星期，告诉他。只有两个星期的假。看懂也属于是一个方式。对吧，你看，他就给他不给了。这个幸福是不是来得太快了？靠人心啊！你看那个什么明朝要修长城，清朝为什么不修长城？然后清朝力量比较强大，他不用修长城。幸福来得太快了。那也是那里，那也是刘老师，那也是那个李老师在保佑我呀。
界，原来我是一只憔悴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愿来得轻描又淡写，却又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千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时节，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句誓言来得轻描又淡写，却又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春去尽千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时节，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春去尽千花，秋来水中月，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花开花时节，月落月圆缺，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
ở chỗ này là các ăn là hạnh phúc rồi đó. Con là nó số con là tốt lắm luôn. Ờ. Nói chung là tốt lắm. Bây giờ để cái này đi.是一只孤雁，别问我从哪里来，带着满身的疲惫飞过高山和大海。我是一只孤雁，别问我到哪里去，经过多少风雨路，远方是我的归宿。穿越层层迷雾，飞越崎岖山路，面对生活的困苦，再难我不会认输。寻找心中的爱，找寻心中幸福，心中有一缕阳光，踏平坎坷是坦途。看张小白的老婆每天带好多特产给张小白吃了，这是莲子，是橘子，越南特产。所以你看这老婆有多好，每天带多少东西给他吃，他一点他不感激。对了，我都在答应那个弥补他们一部分损失，他们都还不同意。为什么弥补他们损失啊？你这个又不是什么东西啊？乔美乔妹，他们说一定要乔美乔妹是吧？他们说这个有些他们这个证件已经办下去了，证件已经办下去，他们说他要是跟别的万一跟要跟别，他不能和别人结婚了。他不能跟别人，不能跟别人结婚了，他说。谁说的？我中介老师说的。还有他工作没有了。哦，他工作辞掉了。他工作辞掉了。你说我们这里不是说钱不钱的。老百姓很淳朴，你别搞这些鬼名堂。你说呀，你这句话说出来呀。我不需要跟他说，我也没跟他打交道，我跟他说干什么？他说这他不是在乎钱不钱，他就觉得自己就是中介老师，觉得自己那个就自己的名誉受损了。他是你什么亲戚啊？他妈妈跟我妈是五十年的小姐妹，就是我妈最要好的朋友。朋友？啊、我妈就是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的。你这个越扯越远了，不是亲戚不同意，你朋友都不同意。我妈因为没有智能手机，委托他跟我们那个的。那你朋友不同意，朋友的朋友又不同意，好吗？哎，他不知道，他主要代表我妈，代表我，问了我爸妈的想法耶。我这个视频都发给他了。不是你这扯得太远了，真老实话，你别扯得太远了。他也就当个传话筒，也不是代表他个人意见。他没用，这一块是吧？你父母亲不会听他的意见。他就传达我父母亲的意见。我说我老妈跟你那个的。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是很中肯的。你说他比你什么亲戚也长得漂亮，是不是？就他老婆的同学。对啊，你现在老婆
比他老婆的同学都漂亮，是不是？没有，他老婆的同学，他们以前给我介绍过的，那个时候一个学校老师呀。对。那你都知道你老婆比他们漂亮，你说了句真心话。那办事情要凭良心做事情，是吧？因为我姐女儿跟她视频过来，然后我姐女儿可能有些事情，有些事情跟我爸妈说嘞。你姐女儿她都是，上次我也说了，她把我们这里说的像缅甸卖渣一样的，这种人的话，她是书呆子，她没有到社会上面走过，她说的话肯定都是片面的，知道不？而且我跟你说，我那个爸爸还非常听这个小孩子意见，因为我爸爸可能他。长得比较像我爸嘛，有些方面不是你有些东西你不应该把他们扯进来，你把他们扯进来事情就复杂了，这是你来相亲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扯进来，那好，他父母亲不同意啊，那什么朋友又不同意了，你是什么姐姐的女儿又不同意了，那你这个还相什么亲？你还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呀？因为你假如说你存在这些困难，你存在这些问题，你就不要到国外来相亲。你更加不要来忽悠我，是不是？那一会答应了啊！你不是忽悠我，我相信你是很诚恳。那我也问你，你诚恳？你现在你打了自己嘴巴，你又玷污了我的名誉，是不是？那我不说你坏话就好了。你害了这个女孩呀、啊！那女孩呀、啊，是班没有了，现在老也不能跟别的老公结婚了。你自己凭良心而论，我相信你是个有道德，你有善良之心的。问题我也没跟他有性关系，可以那个。你没性关系，那人家现在都说你天天你们两个人睡在房里面，那再说。哪里睡房里面？那都坐那里看电视，没有睡好吧？那现在是这样，这个东西我们不要去计较。嗯。现在问题是你来相亲，你来找老婆，你需要通过他们不？你通过父母亲要通过。我跟你讲。通过是的，姐姐的妹妹。姐姐，这里又是朋友，妹妹又说出来了。朋友就当个传话筒，不代表他的意见。这是你来相亲啊，你也别搞错啊！你要知道我老哥对你是一片善良之心的。对，你知道我的真心就好。你是啊，这个女孩你带回去，几天给你两天脸色，我不见你们。过久了就自然接受了。我妈立即呢，就让她现在不要去，都要去元旦以后去。不，你听我说。我们这个办事情的话呢，不是说你这要拖来拖去的，我们都是不说啊。体检表格，我一个月前来看，四个月以后再来领，那你就别到这里来相亲，你到你们家乡搞，你搞几年没关系，是吧？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子的，那是确实是这样相亲的，你也看了很多视频，又不是你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是相亲看上了举行婚礼，然后就带走了。问题人家比我有利啊，人家这个时间长有。不，你现在我按照你的时间，我给他安排妥当了呀，现在都挺好了。你的现在突然也变卦了，你说你也不喜欢他了。其实你是喜欢他。他昨天我知道你是喜欢他，但是你就是担心这样那样的关系，你担心父母亲回去给他脸色，我不带回去给他看啊，我就住到自己这里啊。你听我说，多少父母亲都是这样的，你虽然当时不接受，你生米粥是熟饭了，那你不得不要接受啊，到最终都是这样子的，懂吗？他其实也是无所谓的，他主要是在那个也是断网，我爸的产生这个，主要是我爸那个，也跟你说，我家里买点贵的东西都要我爸批准的，就是我妈啊，我自己他不管了啊。不，老弟，你如果是聪明点的话，你现在你把你老婆带回去，因为你是爱她，你还是喜欢她的，你不要受他们挑拨，你挑拨的话，你要不跟他协商一下，能不能就是说，因为我跟他也没有实质性关系，你跟他说能不能，就是说没有性关系，白天天的关着门睡在一起。在一起啊，你说的是结了婚之后，他第一个月反对，半年反对，哪怕一年反对，他最终他会接受的，都是这样的，大家中华文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反对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反对，反对什么？你这女孩这么好，是不是？因为我姐女儿呢，品性呢比她妈要好一点，就还像一点，还稍微有点像她爸啊，比她妈要好一点。然后我姐这个我还有了解，那毕竟。我也就这么一个姐姐，那我跟我姐关系搞不好，那我总也不要跟她女儿搞得很僵呀，是不是？也就这么点亲戚。你这个是相亲，是你相亲，你把你什么亲戚都抬出来了，什么朋友都问到了，每个人都要同意的话，那肯定是很难的。哪也不是同意，那个我那天也是心血来潮一下，我就是说跟她那个一下，是不是？跟她视频一下。不是你自己满意，自己喜欢 OK 了，你不要抬出这些亲戚啊、朋友啊。你要让他们每个都同意的话，那我这里，你还来越南相亲干什么？我的意思，那你当初就要取得共识，你才来了。你当时呢？你说你父亲同意了，单位领导同意了，你才来的。
我问了你父母亲支不支持你，你说支持，我那聊天记录上面还有。那倒是，本来就是。你说你没支持你就别来，是吧？我问你单位领导，哦，你说单位领导也支持，我都感动了。你单位领导同意，父母亲同意，我就感觉到压力大。我说要给你找个好的。好，现在我都累得人都要吐血了，给你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你不能说我也不要了，你不能说我跟他们一家里人一问询，大家反对，或者说他这样那样毛病，啊，或者我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这样为人要有底线，要有章法。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协商解决，那么就是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啊？你应该给你辞职了，这个女孩怎么办，是吧？你要对这些啊，那补她几个月工资呀？你要对这些事，几个月工资解决得了的？我的天！人家现在不能结婚了，这名字上，但是这写着你的名字啊。你不是这样稀里糊涂为人的，老弟。那你昨天说你换一个也是糊涂，暂时糊弄我一下吧。不，我说我怕你在这里想不通有什么什么事情，我说看能不能有什么人可以换一换。我就是说我利用这段时间上来，我告诉你这个真实情况。现在我一了解，啊，你说你亲戚不同意，朋友的朋友不同意。朋友呢？亲戚的妹妹不同意哦，那你现在可麻烦了，你试试你来相亲啊。最主要是可能还是我爸的意思，我妈的还好一点。但你现在就是我跟你说了，带回去你不管他们，你不得不最后都要接受，哪个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你喜欢的人，他不是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我要你带回去，那你觉得带着像吃了苍蝇是不是？他是你喜欢的，是你挑的人，你是喜欢的，你说你是不是喜欢？你说。那天是不是说100%满意？我还要喊验你了。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你不会撒谎，是不是？你说你100%满意，说过没有？照片别人好看。对，好，那你后来见了人以后，你是不是说100%的满意？你平心而论，说过几次？一共两次吧。啊，你在那里说过一次，在这个地方也说过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在门口。对，我知道你是一个诚信的人，你既然喜欢他，你带回去，父母亲给他眼色看不要紧，我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哪怕半年我不去见他们，慢慢他就接受这个事实，懂吗？因为这个女孩是你喜欢，现在你问题就是你还要对他们负责，你不光说我对父母亲负责，那你要对你找的这女孩负责，因为你还要对我红尘负责呀，我的招牌就毁在你手上，我经营了就八年十年了，你知道吧？哎呀，你人家教你的人多少啊？有那个你不能这样说。网上呢，这边老百姓呢，这个就是这个思想呢比较朴素的，就是说啊，那就是说你就是说他们受不得气的，就是说你这样的话，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小孩受委屈了，他们就是很气愤，知道吧？啊，他们那边还算克制了，没有打我，是吧？这倒不是关键，就是关键是我姐这个人蛮自私的，这个人品没有你好，没有打我。杜生，没做到你。我们想说服他们，就跟他说我爸可能比较顽固，可能他我姐可能也不是很好弄，我们希望他们就是说那个，反正要不就大家认识一场，做个朋友算了，我们他们就是不同意，是吧？那么我这个中介老师们，他们反正也在气头上，那么这两天身体也不太好，他不愿意也不愿意接这个视频，是吧？他为了我的事情嘛，他累的腰也酸了，是吧？我们反正跟他们说，他们也说不进去，是吧？啊，我没那个脾气，我还不敢跟他来争呢。你对他不好，你就是把人家事搞生气了，人家现在心情了，都要来要你讨说法，那你还得要给人家一个交代，知道吧？我们也没怎么样你。你道歉，你要说一下。好嘞。还有阿姨呢？阿姨。阿姨，花姐姐啊，偷偷偷偷。
对。这两个人是有夫妻相，是吧？好，你好你。就是早上呢，在那个来的车上面吃了这个粽子，现在一天没吃东西，现在吃了第二个粽子，一天了，就为了忙这个江小白呀、一天没吃东西饿死了，说这个胃料饿坏了。这江小白啊，太不公平了，经过做了一下午的工作，也包括今天上午也做了工作，上午做了两小时，现在做了一个下午，暂时已经做通了。明天举行婚礼，下午三点。他现在还叫他阿姨来送东西给你吃，你看你是个什么心肠的人？说他已经生气了，要带他回成婚了，回家就很麻烦了，他家两妈要做工作。那当时那执命折腾嘛，跟那个福建伟哥一样的，他到处的工人，他偏要把他折腾掉。人生的道路难免大起大落。拿得起放得下，别瞎琢磨，举起杯走一个，何必上火，同样的世界，不一样的我。我妈一出来说准备当中，就是说就是说都友好的对待她。我妈已经说了。对啊，你妈还同情打你妈，你都已经认可你是。那就叫我说跟我姐不要见面。跟谁？跟我姐不要。你妈是通情达理吗？到现在为止，你要是通情达理，你也知道我下午要结婚了，我不能再搞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了。什么中介啊，还有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家庭不和谐因素都来拖后腿啊，千万不要再搞这些东西过来了，知道吧？你下午要结婚了，你现在做准备是什么？赶紧把你的衣服穿的是整整齐齐，赶紧要把头发或者戴帽子。我是昨天来找的，他自己说他这里他这里是收了26万，他说还有个人们收了20万、那谁都可以胡说八道一通，那问题是没有成功案例，你会不会看呢、有没有成功案例视频？
你有辨别能力没有？我问你。他意思是想拉我过去，但是我觉得他人是还不错，人品还不错，人蛮客气，但是我就觉得他能力没有你好。他现在还拉你过去没有啊？现在是想拉我过去，他又不给我介绍，你说他不漂亮吗？不是，问题是这些照片都没有的人呢、啊，你。这女的也不是特别漂亮那种，但是刚刚是我喜，刚刚是我喜欢的。那你喜欢的类型，我的那图片上面还有比她更漂亮的呀。问题是这些人有没有啊？他没有啊，懂吗？他更加没有成功案例，只是拉一个女孩子拍个照，懂吗？你第一个你不具备辨别能力，第二个你心智很不稳，最起码的一个很假的东西就把你们迷得神魂颠倒。你昨天你说赔我们15万、20万，我都不要你的。我是多少是多少，你不需要再给我多。我不会，你也不要说给我20万、15万赔了，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我们这是相亲，正正规规，你不能稀里糊涂乱搞。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原则。你见到一个人，我就要这个样子的。你见到一个人，你连司机的老婆你也说你喜欢。其实这些人他根本就比不上。哎呀，司机老婆。金店的女孩你也看了，那比得上你的老婆吗？金店的女孩你有没有说喜欢？哎、我说这长相，这我的身材还可以。你说要长得是跟他一样的，是不是？我就说，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去今天去找那个女孩看一看，还就在这里。哎呀，17岁呀，你不说你不能否认你说过的话。你是大学老师，你口才好。我你不是什么口才好，是因为你这种没有品德，晓得吧？我红车在外面堂堂正正，我为什么走得正？为什么人家找我？我不乱搞，懂吗？我不像你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主意。但是你给我介绍的这几个女人，我说那个说实话，我都是。那你介绍这几个女的，你都没看上，但是最后这个你是看上了，你跟我说了100%的满意，你说了两遍，你昨天也没有否认。我那晚上因为你的心智太不稳了。那晚上因为那个灯光不是白天嘛。那你第二天你也看了，我们也在这里呀、啊，你们还除了两天我才走啊，是不是这样？那你说不行，你红尘马上说，哎呀，脸上有斑，你说一说，你说了没有？你到现在为止你就我没有说是，但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呀。那什么不好？我在这住了两天，你有什么意见？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我就说，我就说都给你个6-7万，你帮我再重新帮我找也没办法找了。你不需要搞这些鬼名堂，你就是给我30万，我你看中的女孩，我们必须要履约。你不能说我把这个女孩一脚就踹了就不要了。单身证他不能和人家扯证啊，单身证就是刚才你看到和那种类似的有公证的，人家经过使馆各方面的，你别搞错、你以为这是你随便就说你想要揣就揣，人家还辞了工作，你也知道他没在那工作干了，现在东西都搬回来了，工资一顿呀、那你把他买断他的下半身，你6-7万买得断吗？他的工资又不是工资，你昨天你不说赔人家15万吗？今天怎么说6-7万？你这个人没，你简直是没有良心。你要问一问自己，你有没有点为人的道德？你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洗澡，你不要结婚了。我跟你说，你3心2意，你来这里找老婆。当时他晚上那个那天穿衣服好像顶那个胸很大，那我说好像1.6米好像是不到一点，那我说胸大嘛也是也好了。后来你人生你人生态度太轻浮了，你懂吗？你有没有把你的道德，把你为人良知放在首位？但是你让我说，你总是把选美放在首位。你以为有没有说找老婆，我是来为了过日子的，我是找个贤惠老婆能够好好过好的安安心心过一辈子日子的。而你来首位都是讲，他有这些人，他有成功的案例吗？结婚照片吗？有结婚照片没有啊？有没有送回中国的视频啊？我这几天都被你折腾的，我的人都要晕过去了。你看我从那天开始我都没有说什么，我只是说我可能身体有病，我是急被你急的，我被你折磨的，我现在心脏是被你折磨的难受吧。那你有没有念过小便？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了，知道吧？家里人让他不要再来拖你后腿。第二，要这个中介你现在保持沉默，懂吗？你现在是要结婚了，你还在跟人家搞这些鬼名堂，那现在他说还在，你怎么会在？我问你，我的天老爷怎么会在？我为什么我红哥我敢打这个包边？因为我懂这个里面的东西，你不懂，我去告诉你，你还是不听，你不能执迷不悟啊！我告诉你，本来我想过来的时候就要，你说是红哥拼命就压一个你不喜欢的，要你回去敷衍了事，那你和我拼命对了？
我干嘛要跟你拼命？我就说我不要损害你利益，我要。你不要这样毛吃吹毛求疵，你晓得吧？鸡蛋里挑骨头，这么好的姑娘，你说你好折腾，你说你好无聊，你偏执的透顶了，你晓得吧？看我那个公众号的也不止一个，中间的起码都有一都有好几百。那是因为你那个呀，那是因为你是单身汉，那是因为你资格老呀，我资格老，我做得好，我的口碑好，我做的踏实，我不贪人家钱，我不加人家的钱，所以单身汉对我趋之若鹜，包括中介他对我不得不敬仰。但是你总是拿出别的中介来，那些东西来，有些东西甚至是我的，你自己也刚才也说。有很多中介有拿我的视频，不止一个，我告诉你，一个拿郑老师的那个孩子的视频的，有好多，不止多少。关注我的他们知道，手是从我这里出来的，然后很多人到处转，到处搞，说把它弄成是自己的。中介有几个靠谱的？我说可能还有一两个良心中介，但是。你说的那个中介他是不是良心中介我就不知道，就是你有几个中介，不敢肯定因为你没和他打过交道，有几个良心中介，而且他找不到客源，所以他就喜欢宰人家。我不需要宰人家，我生意有那么好，就好像这个餐馆一样的，他餐馆生意好，他剩饭剩菜都倒到你的面全部倒到那个猪哨桶里面，你生意不好的人，他就会把那个菜剩饭剩菜端回去。什么单身汉啊？对啊，个个都多呀。不是，那岂不是相对少一点，然后就资源没有比较多一点的？资源都多呀。你是因为你的假期短呐、啊，你才两个星期，你没法看那么多人呐、啊。我把所有的人不合格的，我首先就去掉了。我要的只带几个靓女来，合适你的。那问题是这个也，我觉得也不算得上靓女。但是你算不上靓女，但是网友人人都说是靓女啊。你的眼光和人家不一样，你是有特别的偏好啊，你的偏好也比较偏差。你想选美，你又不是皇帝，你没有那个自己没那么的基础，你有那么好的基础，人家还有老板来这里找老婆的呀，人家不像你那么挑剔的。四川一个老板，人家开的有金店了，人家找一个妈妈负责的女孩子回去了，他只要过日子啊。对，没有像你这样说，要高挑，要皮肤白，要丰满。还要波要大，要打得多大多大，还要脸上皮肤不能有任何问题。你的毛病好多啊，你知道吧？你挑剔已经，你的挑剔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你已经思想钻在死胡同里面，你进了牛角尖了。你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bao nhiêu đêm dài thao thức đã nói hết những hoài mong và khát khao hơn ngàn lời nói. Tình em anh mãi đong niềm thương mến, câu yêu thương mấy khi cần đến trái tim không lời. Vì lời son trên môi有，他有办法。放弃吧，都放不进，我放行李箱了。啊。进去进去，几乎忘了
会手了没有？会手了。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影片，请大家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青湖影视从不败票，因为我们并未从点击率获利，这次例外请求大家点赞，仅仅为了公益目的。